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看《进行品》第十页，啊，记诵第四大段，将心披挂了，第三愿看起，啊，住下群时，当愿众生扶助善根，具足惭愧。这一段一共有六愿，这个六愿总的来说就是下座的时候整衣，把我们的衣服要整理一下，那么这是必须要知道，这是古时候印度的习俗，也是礼貌，算作是我们中国人讲威仪。下座是在中国讲的，因为中国禅堂、念佛堂都有座位，都有座位。这个讲堂呢，当然也都是有阔桌有阔椅，而且中国的服装跟印度人不一样，比较上容易。印度这个服装的时候，起坐啊，这个入座跟起来的时候，都要把衣服整理一下，因为它是披在身上的。下裙就是下衣，我们晓得古时候是叫衣裳，裳就是裙，这个裤，中国人做的这个裤子起源比较晚，在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春秋那个时代还都是衣裳，这个着下裙时，下裙是系带子，所以这个是挂，披挂，挂是下裙，清凉大师在苏超里面呢住的不多，但是把意思说出来了，下衣盖丑啊，故愿得惭愧。你看他从这个隐身的意思，人跟动物不一样，人呢皆有羞耻之心，那么从羞耻呢，自自然然就有惭愧之心，惭是自省，我们一般人讲对不起良心，这是属于惭。愧呢是外面的舆论，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吧，一般大众对你的批评，你行善，大众对你赞叹，对你赞扬，这个好事情啊。你做的错事，造的罪业了，社会大众责备你，批评你，这叫愧，所以愧对社会，愧对祖宗，愧对同仁，有这个意思，
如果人要不知耻了，人比畜生还坏啊。啊，那么现在这个伦理道德确实在整个社会几乎已经消失了。啊，现在几个人都惭愧。惭愧在大乘佛法里面是属于善心所。啊，白法明门论里面给我们排列的。啊，无惭无愧。在这个三大类烦恼，根本烦恼之外有随烦恼，随烦恼有大随、中随、小随，这两个属于中随，啊，无惭无愧呀。无惭呢，做任何坏事不会受，就没有良心了。啊，他不懂什么叫良心啊。也不怕别人的批评，啊，就是舆论他不在乎，啊，你怎么说我干我的，啊，人走在这个地方啊，诸佛菩萨、圣贤人都没有办法救你了，啊，什么人可以救呢？什么人可以回头呢？还有惭愧心的人。虽然做了坏事，有时候想想啊，这个还是有良心的责备啊，这个就是惭心所，还怕外面舆论的批评啊，愧心所啊，所以当。着下衣的时候，啊，裙裤都是属于下衣，啊，就联想到啊，这个遮丑啊，啊，就想到啊，知耻。中国古人常讲的，知耻近乎勇啊，啊，人能够知耻，才能够奋发图强。啊，才能够顶天立地呀！啊，那我们想想，人生在世，最大的耻辱是什么呢？是不明事理真相。胡作妄为啊，造作罪业，感召三途苦报啊，这是极大的耻辱啊，对不起父母啊，对不起祖宗啊，啊，辜负了这一生的人生啊，大乘教佛常讲人生难得啊，如果是闻佛法了，那对不起佛菩萨了，对不起经教啊，啊，虽闻没有认真去做啊，那么今天我们想想啊，想想自己啊，再看看周边的环境，可以说全都迷失了方向。
如果我们不是在经教里面长时间的熏修，早就迷了，跟世人绝对没有两样。明文立阳，五欲六尘摆在前面，怎么能不动心呢？怎么能不贪图啊？那换一句话说，贪令心起来之后，决定干的是损人利己。损人利己这句成语，实在讲呢，说错了。错在哪里呢？损人决定不利己。要把事实真相说清楚、说明白，让人家觉悟。因果教训里面常说，连这个美国的凯西也肯定的说出来，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一生所感受的，没有一桩事情啊，不是与前生的行业有关联。这就讲因果既然与前生行业有关联，我们今生一切造作的当然跟来生又有关联。佛法说得好，欲知前世因，我们要想到过去生中造的是什么因，今生受者是，你这一生所受的，无论是人事环境、物质环境，你所受的就是你前生所造的。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你要想到我来生果报如何，这一生你所想的、你所做的，这是一来生的因呐，你就明白了。所以损人怎么会利己呢？哪有这种道理呢？跟你讲真话呢，损人决定害己啊。得不到丝毫的利益。像现在社会上欺骗人的事情层出不穷啊，什么都有假的啊。我听同学告诉说鸡蛋都有假的，这不是笑话。这饮食现在真的是不可靠啊！用些化学的东西，吃了的时候叫人得病啊，那就害人呐！你的东西卖出去了，你得到人家钱了，你这是假东西，欺骗别人。这就是让人家生病，甚至于让人要人的命。这种人，这种事，能忍心去做吗？现在人是在讲唯利是图啊，不考虑后果。他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人有来世。
这什么造成的？科学成就造成的。人相信科学，相信现实，不相信有来世，所以他敢作敢为。啊，这是讲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在过去，中国人相信圣贤教诲，相信伦理道德，相信善因善果，恶因恶报，2000多年历史所记载的，啊，冷静去观察，去思维，啊，现在这个时代，你看看这是资讯报道的，这是因果报应的事情也很多啊。啊，大家看了怎么样呢？无动于衷。哎，这个事情很奇怪，不可思议，就完了。绝不想想啊，考虑一下的。这些事情如果我们遇到了该应不应该做，没人想这个问题啊，只想想这个怪事情啊，科学没有法子解释啊。我们希望的这些事情都报道啊，可是媒体里头也有很多限制啊，不愿意报道，是吧？这宣传迷信啊，实际上他自己才真正是迷信啊。你看看行善的人，行善，你仔细去观察，还是真的有好的果报。无恶不作的人，你就观察。纵然他一生啊还能享受一点福报，他的后代，你去观察啊，细心观察，这个事情就在面前啊。亏心事做不得了。那么对于因果教育要重视啊，印光大师一生极力的宣扬，比宣扬佛法还重要，他把宣扬因果摆在第一，把宣扬净土还摆在第二位啊。我在早年30年前看到老法师这种做法，我感到奇怪啊！啊，净土宗一代祖师为什么这个做法？啊，想了很久啊，才想通了，才知道他那个用心呢、悲心呢，了不起。就今天的世界，用什么样的学术啊，用儒用佛来不及了啊。这个教育所谓的是生年树木百年树人啊，来不及了啊。唯独因果啊，你真正明白因果了，你才晓得因果是真可畏啊。
善恶报应，如影随形。我们自己命不好，没关系，能改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你想得财富，能得到；想得功名，能得到。了凡四训，于今义、于造神，就是好例子。了凡先生命里头没有什么财富啊，也没有功名啊。他这功名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学位呀。他的学位直到秀才呀，举人的命都没有啊，那进士更不必说了。古时候的进士像现在的博士学位一样，举人像硕士，秀才相当于学士。这三个学位他只有第一个，不算功名的，举人才算功名。就是高的学位他没有啊，结果考举人考中了，考进士也考中了，命里没有的。寿命只有53岁，他活到74岁走的，多活了20年。对呀，改造命运。用什么方法？你看云谷禅师教给他的，中峰禅师教给大众的。这个在他了凡四训里面都有记载呀。我在学佛之前得到这本书大概在2个月当中的时候，我把它看了30遍了，非常受感动想想自己的毛病跟了凡先生相比差不多福报还不如他了，他还有个秀才的命啊，我连秀才的命也没有他虽然贫穷啊，生活还能维持得下去这我比他都不如寿命他还有53岁，我只有45岁，差很远了所以我读了之后认真地反省，改过自新闻到佛法之后我也一无所求，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张家大师教给我教给我求有求的道理，有求的方法，如理如法，没有求不到的。你看看人求做佛都能求得到，这是最难的事情做佛都能求得到，这个世间功名富贵这个在佛法讲，李老师常讲，这叫鸡毛蒜皮太简单了没有一个人求不到我们讲改造命运这是很小很小的利益得财富得聪明智慧，得健康成熟也长寿，这是很小很小的利益做圣做贤做佛做菩萨，那是大利益。
世间人可惜没有这个眼光啊，没有这种远见啊，只看到眼前。眼前的小利怎么求呢？啊，佛告诉我们，我们过去生中所种的因，就是这个布施啊，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你要想得，那你就先施。啊，你看我们中国这个一般的术语里头，舍得，实在讲，这是佛门的术语。啊，现在在社会上普遍流通了。你能舍就有得，你不能舍就没有得。啊，所以你欢喜舍，你得的就很容易。啊，你舍的时候，舍得很难受，舍了又后悔，能不能得？能得，得来的时候很费力气。啊，得的没有那么痛快。啊，所以你用什么样的心舍，用什么样的方式舍，将来你得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有人赚钱赚得很辛苦，那是什么呢？从前舍的时候很难过，啊，舍了又后悔，啊，看到别人舍自己又不好意思不舍，啊，这种心情，将来自己赚钱赚得很辛苦，啊，如果舍得很痛快，舍得很欢喜，以后赚钱就赚得很容易，就这么回事情啊。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老师把这个道理方法教给我了，我就认真学习。啊，可是我学习的时候没有求果报。啊，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我都不求。啊，我们只有一个念头，这个事情是应该做的，好事应该做的，应该帮助人，应该帮助社会。啊，尽心尽力。啊，来生我们知道有净土，我们决定求生净土。啊，所以对世缘呢，没有一丝毫留恋。啊，这个我们懂得了，你将来往生的时候自在呀。如果对这个世缘还有留念，走得很辛苦啊，走得很辛苦，那就往生就不可靠。啊，也换一句话说，你没有把握。啊，所以凡事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真的先要问问良心，可不可以做。啊，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能做。啊，对别人有伤害不利的决定不可以做。啊，不但对人，对小动物都不可以。啊，蚊虫来叮你一口，无非是它饿了嘛，想找一点东西吃嘛，犯不犯死罪呀？不犯死罪呀。啊，不能一巴掌把它打死，不可以。那不可以用杀虫药杀他们的，他也是一条命啊！一定要尊重生命，爱惜生命，
我们不希望别人伤害我，我也没有权利去伤害一切众生。如果你行菩萨道，欢喜蚊子来叮去，我供养你。这是修布施啊。普贤行愿里面广修供养你为什么不布施他呢？不愿意布施赶走就好了，不可以杀他你要有这么样的一个警觉，连这些小动物他好像是来伤害你，你都有慈悲心对他，你怎么会害人你怎么可以有对别人不利的念头不利的行为？不可能的我们学到这些东西通通就落实在生活上，把我们的观念，把我们的生活行为通通改变了。日常生活当中像这个六愿都是属于穿着衣服穿着衣服也表法嘛从表法当中就发相应的大愿愿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扶助善根，以善根作为我们的衣服作为我们的礼服这个就是佛法圣教众舍智不重形式底下第四愿整衣束带，当愿众生减俗善根，不令善事现在的衣服已经进步了，不用带子了，用什么纽扣古时候的衣服有带子像我们现在穿的这个衣服这是钩环，从前这里是带子是用带子的确确实实整衣束带，这个带子要把它绑好现在用钩环比带方便多了那么这个海青大袍这个地方从前没有扣子，都是带子里面也是带子，外面也是带子海青是汉朝时候的礼服宽袍大袖子汉朝时候那么现在出家人还穿这个衣服这个长褂小褂明朝时候的衣服但是都有改进明朝这个衣服的时候也是有带子的但是现在都用纽扣代替了一定要把它扣好腰有腰带裤不但裤上面有带子，裤口也有带子裤口也有带子，袜有带子，鞋有带子整衣束带你要穿着整齐
带字说学，人觉得特别有精神。啊，那么这个时候，你看看这菩萨了。啊，与其相应的宏愿呢，自然就升起了。啊，当愿众生呢，尽速善根。善根是什么呢？这个要知道。啊，佛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世间善根有三，三善根呢，世间所有一切善法都是从三善根生的。啊，这三善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啊，所有一切事法善根，这个事法是通六道的。啊，三善根呢，你要检查检查有没有啊？要把这个三善根呢，把它塑好啊，不要散失了。那么现在我们想想，三善根有没有了？没有了。啊，取而代之的是三毒，三善根的反面就是三毒：贪嗔痴。啊，贪嗔痴生世间所有一切不善。我们说不善呢，这个话是文明话了。要是说的难听一点呢，恶毒。世间所有一切恶毒都是从贪嗔痴生的。你说这个多可怕。啊，佛告诉我们，设法界业因果报啊！啊，在业因里面讲呢，无论在哪一道，都是无量因缘呐，很复杂了。啊，虽然很复杂了，有没有一个最重要的？啊，在这个许许多多复杂因缘当中，哪一个因是最重要的一个因？啊，那佛给我们讲了，他这个因呢，魔鬼道啊，啊，贪心都魔鬼。嗔恚心堕地狱啊，愚痴堕畜生啊。三恶道的果报从哪里来的？三毒烦恼所感应的。啊，那么这些东西人不相信，要等科学来证明，希望科学家了努力啊，再能够有进步的发展呢，就是突破空间维次，这你才能看到啊。啊，设法界了，用科学家这个术语来讲，是不同空间维次，就好像我们看电视不同的频道。啊，我们现在没有能力在一个画面上把所有频道都看到。
我没有这个能力。突破空间维次的人，确实，这个所有不同空间维次，不但看到，而且怎么样呢？他不混乱。每一个这个法界都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佛法里面讲法界，科学家讲不同空间维次。设法界一真庄严呐！什么人能看到呢？阿罗汉以上都能看到。天，天道有神通啊！这我们习惯讲神通啊。他能够看到欲界以下、欲界以上，他看不到。欲界以下的人道、畜生、恶鬼、地狱，他都能看到。看到之后啊，这晓得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六道轮回这桩事情。现在西方有不少高等的知识分子也明白了，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书籍也有相当的分量。跟我们东方的典籍合起来看呢，你就晓得这个事情不是假的。人道的业因，无界无常啊，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立这一个标准，你才能得人生。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能够体会古人所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呐。他要不善呢，他得不到人生。既然你到人道来得个人生了，你前生都是修五戒，都是懂得仁义礼智信。你才能得个人生呐！这个在佛法讲，引业引导你到人道来投胎得人生。至于得到人生之后，每个人富贵贫贱不相同。有人富有，有人贫穷，这什么原因呢？满业不一样，满业是什么？你过去世的，就是佛法里面跟你讲的布施，三种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欲布施不相同，每个人不一样。如果这三种你都很欢喜的布施，那你这一生的命真好啊。发大财，又有聪明智慧，又有健康长寿，你过去生中修的。那么至于
做大官的，啊，做帝王的，啊，现在讲做国家领导人的，啊，乃至于国际的领导人，啊，神仙式的领导人，啊，他们修的是什么呢？大乘教里面讲啊，他们多半是在宗教里面的修持的，宗教里头讲的善啊，这个有道理啊。前世都在佛门修的，啊，这一生做了大官了，把前世事情忘掉了。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记载，啊，这些大官贵人前世都是出家人，很可惜，他没有求往生极乐世界，啊，一转世的时候，来生就变成贵人了。啊，那么出家人法布施多，啊，所以做贵人多半也很有才学，啊，有学问，在这个物质生活上，啊，能过得去，并不是非常富裕。在家居士在佛门里面修行一样啊。这些话了，从前人相信，现在你要讲给一般人听啊，他得摇头啊，啊，你在这搞迷信啊，他不相信啊，你要很细心、冷静去观察、去思维，他真有道理。啊，所以我们对于三善根的保持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一愿里头教给我们坚素啊，前面一愿教我们扶助善根啊，都是不离开啊三善根。出世法里面菩萨善根呢只有一条，精进，那就勇猛精进啊，精是不夹杂，进是不退转，我们都要晓得啊。这个精是菩萨法，不是我们凡夫。所以此地讲的这个善根呢，啊，当然是精进啊。这四十一愿化身菩萨修的啊，化身菩萨起心动念的不离这四十一愿的啊，这个一百四十一愿。我们把这个水平降下来，降到我们现前这个阶段啊，所以我们讲三善根啊，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贪不嗔不痴这叫真修行啊！啊，明文利养，无欲六尘，
不该得的不求啊，不取啊。啊，你应该得到的可以。啊，你工作的报酬应该得到的。啊，非分之财不应该得到的。啊，可是你要想的。啊，不应该得到的你得到了。还是你命里有的。你命里头没有的时候，那个不义之财你也得不到。但是不义之财你要是得到了，你命里的这个财库啊就有亏折了啊，亏损打折扣了啊。譬如你这一生，你这一生财库里头你可以拥有一个亿吧，说多一点吧啊，可是你心行不善啊，处处总想占别人的便宜啊，伤害别人，自己获得这个利益啊，财富啊。你命里100个亿，结果你一生，你的一生当中啊，你所得的财富的时候，算一算呢，哎，大概只有。没有那么多了，打了对折了，甚至打得更多啊，变成了20%、30%啊，1个亿的时候就变成了啊2000万、3000万啊，为什么呢？亏折了。用心不善呢，尤其是伤害别人呢，这个加减乘除里头那是除啊，不是减呐。小的不善是减，大的不善是除。那么翻过来，小善加，大善是乘。啊，如果你行大善，啊，能够舍己为人，你命里头一个亿就可能变成2个亿了，可能变成3个亿了。那不是成吗？你行的大善吗？所以在顺境里面没有贪心啊，财无啊不动心啊。至于做好事情，随缘随分，有缘多做，没有缘少做，在没有的时候不做。你的功德都是圆满的啊！《楞严经》上佛说的好啊，发意圆满功德，就发心，你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的没有这个力量，你功德是圆满的，你有心的，这是大乘教里头啊。大乘你看这个戒经里面戒罪，论心不论色，你有没有这个心啊？事是缘分嘛，啊，缘分一个是自己的缘分，一个是众生的缘分啊。众生没有福报，你的福报加给他，他不能享受啊。必须我也有能力，众生也有福。所以为什么佛菩萨
做一切功德不居功，你要晓得道理在此地。我虽然修的有这份福报，他也有福啊。他没有福，我有福的时候不行啊，他受不了啊。啊，既然彼此双方的，还有什么功可居？啊，所以总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啊，念念呢不忘，无贪、无嗔、无痴啊！啊，翻过头来，这个贪嗔痴三毒可不得了。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起这个念头啊，念头一起就知道贪心，鬼道。啊，一念成慧就晓得地狱道。啊，何必呢？何必要发脾气？何必要动成慧心？啊，不是他堕地狱，自己堕地狱啊！啊，愚痴事情搞不清楚，畜生道啊，干不得的呀！诊所异常，你看发这种相应的愿。啊，我们应当要学习。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